蛮开心蛮激动的。您是现在出城是去哪里呢？回重庆。这次在武汉就是待了多久啊？待了70多天了，76天吧有。因为我老家是武汉的，但我现在在重庆生活。然后武汉能够度过这次难关，你最想感谢或者是最想什么的是谁啊？感谢我自己。因为可能很多人像我这样吧，就是一回来就遇到这个事情，然后会很焦虑嘛。然后我又是个女孩子，我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好，然后就很多情绪就爆发了，然后就特别焦虑，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，然后又担心父母，然后还会担心家里的其他人，就是压力其实蛮大的。然后现在终于熬过来了，什么都好了，所以我觉得最该感谢的是自己。祝武汉。